一样，真是人民经济实验快乎乎发现，真是快乎乎发现人民的文化教育实验。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已经超出人民自己的手里，中国就像与太阳升起的东方那样，以自己的辉煌的光明普照大地，迅速的上级换人政府留下来的污泥出水，治好真正的创伤，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人和意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。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！民主联合政府万岁！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！